好，下一首歌，我原本已经开始讲说，好，下一首歌其实有点撞歌，但是其实也不算撞歌，因为其实我们事先都沟通过了，就是啊，就是其实不会撞歌，但是我们撞歌名，对，这首歌也叫分血，但是不是 AK 不就是分血，那怎么唱啊 ？Kona Yuki， 看到那个，好，忘记了没关系，好，我们要唱的是一公升眼泪的主题曲，那是一个叫 Rainbow Romeo 团，对，然后这首歌叫分血，大家应该有听过。好，好，然后，不要，糟糕，没什么默契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鼓手叫盛奇，对。等一下，这导线有点乱，刚才的。好，鼓手盛奇。OK 好 ，OK 分析。OK